如何让一个男人更加爱你？学会这八招准管用。感情都是需要经营的，一味的迎合只会换来对方的不珍惜，一味的冷漠也会让对方感到心累。所以要如何让一个男人对你保持热情，更加爱你呢？你要做到这八条。一，让他和你在一起觉得这个世界更美好了，这些都是你带给他的。二，不要刻意伪装，你们要相处很久，要做最真实的自己。三，学会独立，不要让他觉得你没有了他就不行。四，偶尔要作一下，比如看他手机，这会让他觉得你很在乎。当然不要作过头，让他觉得没有自由。五，学会依赖他，学会和他撒娇，撒娇的女人一般都会活得很好。六，要学会鼓励和惩罚他，做对了要奖励，做得不好就要惩罚。七，要和他多一些独处的时间，经历一些事情会让你们的感情更深厚。八，时刻要记得保养自己，能弄多漂亮就弄多漂亮，毕竟这是个看脸的世界。